自从王宝强和马蓉离婚后，两人的感情也是备受大家关注。在今年王宝强母亲去世时，网传王宝强的新女友冯清还来尽孝，她的颜值和气质更被网友们狠夸一番。近日王宝强被拍到开着豪车现身在北京一家写字楼前，车内下来了一个打扮时尚的漂亮女孩，经过确认，这位美女就是冯清。两人进入到写字楼后，直到晚上六点才跟几位朋友走出来，随后冯清非常自然地坐到了王宝强的副驾驶上。王宝强带着漂亮女友跟好友一起到一家饭店吃饭，吃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出饭店。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，这次女友变成了司机，而王宝强则坐到了副驾驶上。之后冯清拉着王宝强来到他的公寓中，两人这次保持得非常谨慎，一前一后的上了楼后便再也没有出来。看来两人已经同居喽，不知道何时公布恋情，真的恭喜王宝强啦。